说你。各位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唐薇这边，这个是模特儿高小姐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暗面，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的暗跟亮啊，它的差异非常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采用 high key 的方式来画。那至于背景的部分呢，像这个很亮的背景呢，我们用采用一个蓝色，这样的蓝色呢，可以跟我们的 alizarin 的这个红色它形成了一个互补色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背景呢不会这么亮，因为这样会抢代表我们这个脸上有没有摆的这种 focus。那模特儿身上有很多服饰，你看他有很亮的发环，跟以及项链啊、坠子，这都是我们可以表达的地方，因为他的受光面很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拍一些缩时摄影，下一节再见。